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มาเป็นเครื่องใช้ในห้องนำนะคะ哦不好意思你说什么我也听不懂要是打扫房间的话尽快吧不行，我得带他去玩玩。难怪不要我找啊，自己早就约好了。这么快就完事儿了？什么呀？刚才有人袭击我。什么？刚刚怎么了？刚刚有个女杀手袭击我。可是为什么会有人袭击我呢？难道跟我打听康野的消息有关？难道是缇娜通风报信？不可能，我介绍的朋友不可能。那如果不是缇娜？阿公，还有袭击的不是我。